你这个花啊，你不应该摆在这里卖啊，你应该抽着卖。抽什么抽啊？抽风啊！哎，走走走走走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嘛！我跟你讲，这么多花，一个小时用我的方法全部卖完。哎，我不行，你我自己慢慢买。今天天气好得很。你这花多少钱？我全要了。我这个花至少两三千吧。三千？我看你这些的话，给你一千。不要太少了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走走走走走。一千块钱我全要了，我一个小时把你卖完。如果一个小时没卖完，我再给你一千。一个小时没卖完，你再给我一千。对，这里有一千啊。说到说到。对，如果没卖完，这一千再给你。你说好了啊？对，先放给你嘛。但是如果一个小时卖完了，这一千还给我啊，钱都是我收啊，没问题吧？来成交，可以成交。好，我们直接来。哎，你看啊，今天不是母亲节吗？买花送钱，只要买花你就送他钱，不是白送啊，他得抽奖箱里面抽一个问题，答对这个问题了，他就拿走100块钱。如果答对这个问题，他还想挑战，再给他300块钱。那你不要亏死啊！你这一天下来你亏多少钱？你放心，绝对赚。你看我怎么给你表演 ，show time。你是带着刀来的？对呀、啊，送奖我要给你，给我一刀，送个300的啊。妈妈最想收到的礼物是什么？这个简单，我应该知道。什么？你要说啊？就是我对他的爱，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他，因为他是我的亲妈，我们很久没联系了。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吧，要不然今天反正母亲节嘛。我有2年没打给他了，要打吗？打呀、啊，又没事。妈，哎，他在干嘛？说母亲节。我想说一直以来我想对你说的话，说吧。妈妈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我都想哭了吧。挑战成功啊，给你400，来。我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因为我平时很想打这个电话，但是一直没有这个勇气跟机会。我拿一朵花。哦，拿一朵花没问题，400块钱给你一束花，买的值吧。谢谢。你要不要抽？挑战一下，你来吧，我来。妈妈的生肖是什么？给你5秒钟，五、四。真不知道。你知道你妈妈的生肖吗？也不知道。没有在意过妈妈，突然间想到这个的自己，好愧疚啊，心里，对吧？走吧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。妈妈最喜欢的明星是谁？刘德华。这个问题好像太简单了。对。来，先给你奖励100，你还要不要挑战？挑战的话再奖300。我挑战一下吧。妈妈她得了那个宫颈癌早期。喂，妈。今天我姐姐。我想跟你讲一下，我爱你。再给你300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给了我这个敢于把爱说出口的这个机会。真的，我太感谢你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做过最爱妈妈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啊，对呀、啊，给妈妈买轮椅。啊？妈妈怎么了？买电动轮椅。妈腰不好，坐不住。现在不能走路了，然后需要轮椅来跳一跳，然后才能走。那你要不要今天母亲节给妈妈打个电话呢？要。来吧。喂，妈，你药吃了没有？母亲节不到了，我就是你不要想我，妈妈身体健康，妈妈我爱你。是不满足。哇，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，这次有奖金的哦，奖金300哦。谢谢。来，再给你一束花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妈妈的生肖是什么时候？羊。羊。嗯，回答对了。好，给你了，谢谢。哎，你要不要挑战一下？不用了。你什么工作？做不完的。妈妈是哪一年结的婚？你妈妈。我妈妈。挑战失败，那你就花钱买一朵花吧。好了 ，OK。用一个词形容一下你妈妈。很凶。用错人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天天抖音刷，天天看到你教人家怎么卖产品。好，你关注我了没有？关注我肯定有啊，要不我怎么知道你是网红啊？来打开。妈妈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米饭呢、啊？妈妈的生肖是什么？5啊。来，奖励100。什么奖励我钱干什么？答对问题就有钱啊！不用。那你要不要再挑战一下？给妈妈打个电话，打个电话说我爱你，可以。
这样子吗？啊，我好像说不出来了。你觉得你妈妈辛苦吗？辛苦吧。那你要不要跟她妈妈打电话？不要。什么不要？不要不要。去奖励你100。我不要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你多大了？40了。那已经很年迈了。每次回去之后看到妈妈那个背影，就感觉。给我们时间越来越短了，打不通是吧？嗯，来，妈，妈，我爱你啊！啊，是啊，哈哈哈哈，没事，妈，我爱你啊！嗯，好，可以了，突破了。喂，哎，娘，过节了吗？给你打个电话，我爱你。我们呀，就是讲买只花呀送给你，然后讲啊，母亲节快乐，妈妈我爱你。喂，妈，年三母亲节，谁用你打个电话？感谢你30多年的养育之恩哦，然后一起会跟你说一句，节日快乐，妈妈我爱你。妈妈应该很开心，恭喜你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妈妈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？嗯，我不知道哎。你的生日几月几号？4月20。那你的生日知道？那你不这样，把你给妈妈打电话。打电话？对。但是我打不了啊，现在我妈妈去世了。Sorry。那不过，你想干活？我想跟我妈妈说，妈，你在天上过得好不好？很吃香的啦。哥哥，我希望你要快乐，我希望我在双手陪为你挡着风，我知道爱会珍藏，我知道人会变老，所以那一句爱你一定要大声地说，列车会转眼吧，路上要吃的吗？到家后不管几点，饭都会热着。穿过妈妈的目光，离家的小巷，穿过拥挤的车厢，回忆的滚烫，穿过温柔的时光，有你的地方，我就有路回家。